学习呢，好好学习啊！期末考双百，爸爸给你买玩具。哎，小婉，你那个特困生补助可以申请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们老师发消息了。哎呦，1000多块钱呢，比去年多了整整有1半多了。去年你没好好申请啊，瞒着我们，今年一定要把钱带回来，记住了吗？我最近在忙着分班的事儿，没时间考虑这些。再说家里也没有穷成这样呀，我去申请的话，让同学怎么看我？这分班跟申请有什么关系啊？家里又不是很有钱，你就知道爸爸为了这几毛钱跟别人争了一宿，知道吗？你不就要你那点什么什么面子吗？老子打鱼丢你脸了吗？那行了。1000多块钱呐！不要了啊！那不要白不要啊！你说这……小婉呐，你爸他没别的意思。你看你这成绩这么好，补助肯定能申请下来。再说这1000多块钱，你自己攒的当大学的学费也行啊。姐姐，我们写作业吧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